走进市集，现场相当热闹，不少业者特地来到南投埔里摆摊，在蔬食市集当中推广各式各样蔬食料理。把一些中部跟南部的店家全部一起找过来，让我们中部然后埔里这边的居民，然后可以一起品尝一下不一样的蔬食美食。那也是希望说，可以让蔬食店家有更多的曝光机会。真材实料，利用当地小农新鲜水果，煮出不同蔬食风味。那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产品香蕉面，我们希望用真食物去呈现我们的食物的原味，一个好的丰盛的一个餐点。好食餐点样样俱全，还有环保精品任民众选购。透过蔬食市集，在南投埔里与民众分享茹素观念，一起为世界环境尽一份心力。人间卫视台北南投综合报道。